关云长在白马坡前跃马扬刀，刀劈了颜良。那颜良是河北名将之一呀、啊，在关云长的跟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，甚至于说他还没看明白呢。只见一员大将骑着一匹红马，举着一口大刀。当颜良想抬腿从咬灵魂摘刀的时候，刀还没摘到手里，脑袋掉了。关羽把袁绍的人马杀得大败，然后他提着颜良的首级回来见曹丞相，扑通把颜良的人头往那儿这么一扔，曹操一看双竖大指，哎呀，云长真乃神人也。再看看曹操手下的那些武将，是人人叹服啊，好厉害的关羽。只见方才一抖缰绳，赤兔马一撒欢，也就是说到敌阵中转了这么一个弯，就把大将颜良的首级给拿回来，这还了得，谁不夸赞？关公微微一笑，丞相您过奖了，我云长比起我家三弟来还有天壤之别呢。今天要换我家三弟，他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不呀，曹操心里打了个冷战，云长将军，但不知您三弟姓氏名谁？他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。哦，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燕人张，好厉害。曹操一想，不行，我得把这名字记下来。那年头没有笔记本啊，往哪儿记呀、啊？记在袍子襟上得了，笔墨伺候。有人赶忙把笔墨递给曹操，曹操及众将刷刷刷就在袍襟下写了几行字，这就算记下了。然后曹操这才率领着人马往下这么一杀呀，哎呦，袁绍军马败得这惨呐、啊！好多人跑回去了，跑到半路上就见着袁绍了，跟袁绍这么一回禀，袁绍一听急了，什么？把我大将颜良给杀了？什么人给杀的？不知姓名，只见是一位赤面长须一员上将。哦，这是什么人呢？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这么一听，明公您不必再问了，学生知道此人。哦，他是什么人？他就是刘备刘玄德的好兄弟关羽关云长。啊，这下袁绍可火了，刘备，这你不对，你把徐州丢了之后走投无路来投奔我，我把你带如上宾，这次我这是给你报仇啊，为了你我才起兵，兵法许都。可倒好，你让你的兄弟关羽把我大将给杀了，来人呐，将刘备给我捆了上来。就把刘备给绑了，然后吩咐推出去斩首。刘备挺从容，他看了看这怎么回事啊？明公因何杀我玄德？杀你方才有这么回事情，你还在这儿给我装糊涂。哎呀，刘备笑，这一笑啊，袁绍愣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要杀你，你也不求饶，你笑什么？明公，您怎么不想一想，这天下长得一样的人不太多了，难道说赤面长须一员大将就能说明是我兄弟关云长？自从我们弟兄徐州失散之后，现在我家兄弟死活下落我一概不知，不单我二弟云长，三弟翼德也是如此。您没看我每天这样愁眉苦脸，我不止跟您说过一次，那今天您就这么着就把我给杀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谁让我来投奔您，杀就杀吧。哦，
袁绍这人没主意啊，他听刘备这么一说有理呀、啊，可不是吗？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，难道就说赤面长须举大刀就得是关云长？嘿嘿，险些误事，快快松绑，给刘备把绑绳解开了，而且请来上座。玄德往那儿这么一坐，沮授在旁边一看，把头低下去，怎么回事？自己啊，这谋略算完了。给他说什么，袁绍他也听不进去了。所以沮授不言语了。袁绍不干呢，就这么着，曹操杀了我的一员大将就算完了，什么人去给颜良报仇雪恨？这句话还没说完呢，从帐下闯上一员大将，明公，颜良是我的手足兄弟一样，今日在两军阵被杀了，我要替他报仇雪恨，请您给我一支令箭，我把这个赤面长须上将人头取来。哦，刘备这么一看，是颜良的好友，河北大将文丑。袁绍一看，嘿，也只有文丑啊，能够给我家严将军报仇。文丑听令来，文丑插手往那一站。袁绍这令还没等递过去，沮授在旁边又说话了。他不是不打算言语了，那不言语不行啊。谋事谋事的嘛，到了节骨眼的关键时刻，他就得谋一谋。再说这时候是事关重大，关乎到袁绍的霸业是否能成，他怎么能不说话呀？明公啊，此兵绝不能再发了。现在以学生之见，咱们应该屯兵于延津，分兵于官渡。官渡乃是济病清幽四周之门户，如果官渡有失，恐怕四周难保。咱们把人马这么分开的话，那就是说河那边一半，河这边一半，跟曹操打这种对峙战，消耗他的兵力，咱们把粮草备得足足的，人马练得精壮些，不出三年，曹操是不战自败。您把整个的北方可以唾手而得，霸业将成啊！如果这时候您要发兵的话，我想兵一过河去，恐怕难以生还，再想回来都困难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主公不能不思啊，你得好好想想。沮授说的这个和田丰出的那主意是一样一样。袁绍听不进去啊，不发兵，把人马分开，到延津去。延津在河南岸，官渡在这边，我干嘛把这人马分开？再说你这不是误事吗？你还读书呢，说熟读兵书战策，你看过兵书没有？兵书上说兵贵神速，得快。袁绍啊，他才不懂得军事呢，该到神速的时候他不动地方，现在不该进兵了，他急着忙着要发出人马去，所以沮授说的那几句话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嘿嘿，沮授先生，你这话说的可是有误军机呀、啊！把沮授吓一跳，这还了得？误军机是要斩头的，休得啰嗦了。文丑接令，我给你人马十万，由延津进兵，我做你的接应。得令。文丑把大令接过去，沮授啊，别提心里多难过了。他赶忙由他大帐里边就出来了，来到外边是仰天长叹，嗨，这真是上迎其志，下务其功，悠悠黄河，我其几乎。沮授说的什么呀？他说上边啊固执骄傲，下边是贪图战功啊，
滚滚的黄河水啊，我们还能够北渡回来吗？大势去矣，完了。沮授啊，向袁绍请了病假了，不干了。袁绍没搭理，请病假呀，不批准。有病赶快看，带着病跟我也得打仗去。这时候刘备说了话，说明公，我愿意跟文丑将军一起到延津去，一则我探听一下曹操的虚实，二则就是打听打听是不是我二弟关云长在曹营。哦，太好。当时袁绍点头了，可是文丑一听说不干了，怎么我不跟刘备在一块儿？他是屡败之将，我跟他一块出兵打仗不顺当，就是说不吉利。要这么着，我领7万人马先前面打去，你领3万人马在后边做我的后援。刘备一看只好如此，人家文丑不跟他在一块儿，所以文丑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延津就上来。曹操那儿就得了禀报，曹操那儿嚯正在庆功呢。自从关羽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之后，他深奏朝廷，封关羽为汉寿亭侯。汉寿是个地名，亭侯是个爵名，献给关羽铸了一颗金印。恰恰就在这时，有人禀报说袁绍派的手下大将文丑率领7万人马兵进延津。这个延津就是现在河南陈留酸枣县北，从这儿打过来了。曹操一听不要忙，他赶忙传令，后队变为前队，前队改为后队，把粮草搁在前边，兵奔延津抵挡文丑。哎，吕虔这么一听，丞相不能这么着呀，怎么哪能把粮草放前边啊？一则说他压着队伍走不起来，都是粮草，虽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，那跟这不一样。这是再说呀，您把粮草放在前头啊，那人家来了不就把粮给抢了去了？曹操摇了摇头，你只管放心，他抢不去，抢时候再说吧。吕虔真有点不放心，心说我们丞相这怎么了？怎么能没打仗先把粮草车都搁头里？那令已经传下来，令下如山倒，就这么走吧。人马还没到延津，人家文丑就杀过来。文丑得到禀报说怎么着，前面都是粮草车，抢，见粮还不抢啊，这就下了手了。探马来报禀曹操，说是粮草已经被人家河北人马给劫去了大半。曹操这么一听，哦，真动手抢了。吕虔在旁边点了点头，那还不抢，搁谁也得抢啊。丞相您这不要慌不要慌。曹操说着他往前一带马，举目看了看，我等斩毙于南府之下。这南府在哪儿啊？就是那么一个大山头，府就是山，土山。他们先避于土山之下，曹操吩咐把这人马都撒开，大将都打马上下来，把马呀放出去。大伙越听越糊涂，我的丞相这可不行啊，怎么人家杀过来了，本来把粮草都给抢去多一半了，咱再把马放了，那人家不来夺马吗？旁边荀攸、荀公达说了话，正是让他来夺马，此乃香饵之计，射香饵钓金鳌，这是一计呀。荀公达这话刚这么一出口，曹操看了他一眼，用目光把他给制止的那意思，你别说呀，你知道了就得了。荀攸一看不言语了。好多人还糊涂着呢，都下了马了，把马撒出去了。哦呦，文丑一听，什么？
前面有战马几百匹，文丑一想，这趟我可没白来，粮草也得着了，战马还有这么多，哎，牵撩过来。他这一声令下，哗，手下的兵将都分散开了，漫山遍野哪儿都是袁绍的兵，干嘛还抢马？曹操一看这回差不多了，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，让大将徐晃由东边往外杀，张辽张文远由西边往外杀，给我生擒文丑。大扑通，啪，炮声这么一响，金鼓大作，哇，喊杀声四起。哎呦，文丑一看不好，他这时候才传令，那马都别抢了，粮草咱们也不要了，赶快抵敌。上哪儿抵敌去？全乱了，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面八方哪儿都有袁绍的兵，让人给杀得一塌糊涂。文丑一看不好，他拨马要走，让徐晃就把去路给挡住了。战了没有几个回合，张辽到了，两员大将打一个，文丑虽然勇，他无心恋战了，拨马就走。这两员将在后边死追不放，文丑有点着急了，他一抬腿，嘎啷一下在咬灵魂被钢枪挂上，伸手把弓就摘起来，走手后出一下子把凋零剑抽出一只来，啪，碗扣搭弦，腾一回身，一个犀牛望月照着张辽就射了一箭。徐晃看见了，文远将军小心箭，一嗓子喊出来，张辽就觉得一股冷风迎面扑来，他往下这么一低头，啪，这支箭穿缨而过，就把他那盔缨啪一下子给穿下去了，好厉害呀！徐晃、张辽稍这么一愣，文丑白马就撒开，他顺着这河堰哈哈往前跑，正走着呢，听对面啪炮响，嗯，文丑一愣，只见对面有一杆大道旗，哎呦，这杆旗这个漂亮。绿缎色的红飞火焰，上边掐金边走金线，书几个大字汉寿亭侯，当中间一大个的红月光，写着一个斗大的官字。这杆旗子让那太阳光这么一照啊，真有点金光缭绕，瑞彩千条的，让人瞧着有点眼花缭乱。他一看这大旗下有一员大将，胯下赤兔胭脂兽，手里提着青龙偃月刀，面如虫藻，残眉凤目，五柳长髯。呀，文丑愣了，他心想，在白马坡前杀死我好友颜良的是不是这人呢？赤面长须，大概是他。他这么一愣神这功夫，关羽就说了话，逆贼文丑，休走！看刀，啪！往前一挥，赤兔手举刀就劈。文丑一看不好，赶快摘枪急驾相还。打了有几个回合，他一看不行，打不了。现在文丑心都有点慌了，他赶忙啪，左脚这么一踹蹬，右腿一敞裆，磕膝盖一点，飞虎颤，里为裹，外为削，他咔这么一下，一裹那马，脖子头就跑。他想落荒败逃，关羽唰就把缰绳带住，没追。不是不追，那怎么回事？关羽是让文丑跑一段，他看看赤兔兽这脚力究竟怎么样。文丑听到后边没有什么动静，他有点放心了啊，没追，这还真算不错，这条命算保住了，也算不容易呀、啊，这多少员大将啊，特别是这位姓关的最厉害，我可得躲开他点。这时候文丑这马跑出去能有三箭地远，就是搭弓射那个箭呢、啊，哎，这么三箭地也不近了。猛地文丑就听得背后啊有马走銮铃声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他这么一回头，那头还没等回过来，感情关羽的赤兔马就到，马到人到宝刀到，咔，一下子就把文丑给诛了。诛了是怎么回事？拖刀斩叫诛，背刀斩叫斩，
举刀往下落叫劈，这一下啪咚，文丑这斗大人头落了地了。哎呦，那兵将这么一看，主帅叫人家给杀了，哗，有投降的，有逃跑的，有跳河的，哎呦，惨不忍睹，比白马坡颜良那一战还惨呢。果不出人家沮授所料，这7万人呢，回去能有3000，剩下的全都让人家曹操给俘虏了。那还不算呢，把刚才得的那些粮草抢的人家那马，让人都得回去了。不单抢的东西一点没落着啊，姐家带来的那个也都归了人家曹丞相了。就在这时啊，刘玄德领着那3万后援军上来了，探视马跑进来禀报玄德，说是文丑大将让人给杀了，还是那位赤面长须的将军。刘备这么一听是催马向前，他来到黄河岸边，勒住缰绳，举目远眺，这么一看，果然有一员大将，看得不太清楚，他那年头没有望远镜，只能手打凉棚。瞧着像，赤面长须，使大刀在那左右冲突，你说像下山的猛虎，又像出海的蛟龙。哎，有一杆大道旗，道旗在阳光下照月，刘备的眼神还真不错，这旗子他看明白了，汉寿亭侯关。哎呀，再看那员将，越看越像，没错，是自己的兄弟关云长。刘备高兴的在心里暗暗祷告啊，谢天谢地，我二弟云长果然在曹营。二弟呀，连喊两声，关羽听见了没有？听不见，那隔着一道大河呢，要是在河那边啊，那哥俩就能聊上了。这时候曹操的人马也渡河往这边杀，刘备一看不好，干脆我拜吧，率领人马就拜下去。袁绍的人马到，接应了一下刘备，袁绍一听可气坏了，文丑大将也完了，让谁杀的？又是那赤面长须。你们弄清楚了没有？打听明白了没有？此人到底是谁？他手下的谋士郭图这么一听，嗨，明公您还问什么呀，那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？汉寿亭侯刘备他二弟啊。这回袁绍可不让，说什么也不行，好你大儿子呀，头一次你就把我蒙了啊，你说这人长得一模样的有的是，这回还有什么说的。刘备刚一进门，袁绍吩咐绑了推出去斩首。刘备看，慢来慢来，明公玄德无罪啊，文丑将军打了败仗为什么要杀我呀？呸，你还在这跟我狡辩呢？啊，第一次那赤面长须人你说是一个样的人有的是，这回呢，那明明是关羽。你感情住的我这会儿，不是说穷途末路来投我来，你是奸细呀，你给曹操在这儿卧底呢，要不然怎么能让你的二弟连杀我两员大将？我怎么能不给颜良文丑报仇？你还有何话说？明公啊，容玄德一言，我就说一句话，如果说您听不进去，我是随死无怨。那你讲。命公不错，我这回也打听明白，杀死颜良文丑的确实是我二弟啊，这不得了吗？袁绍一听，那我杀你难道说你还委屈？我倒不是委屈，我难过的是明公您中了曹操的诡计。袁绍一听这事儿新鲜呢，我怎么会中了曹操的计了呢？明公容禀啊，我跟曹操仇恨很深，他打了我的徐州，把我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我这才来投奔您。曹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刘备捉住碎尸万段，那么他抓不着我杀不了我怎么办？
他就要借明公你的手杀我。那么他让我二弟关羽连伤您两员大将，您知道之后必然生气，非把我斩了不可呀。这不是就中了曹操的计了？如果我跟曹操要没有仇恨，您说我在您这儿卧底，这还有情可原。我与曹操仇恨不可一世，明公不可不查呀。袁绍一听这话说的对，那么我这两员大将就白死了吗？刘备一听，那不要紧呢，现在我知道我二弟在曹营，我可以给他写封书信，我召他立刻前来辅佐明公，我们兄弟双双保你明公霸业可成。那就是说我兄弟杀了您两员将，拿我兄弟补上这俩人不行？哎，袁绍一听喜出望外，我得云长那还了得，我记得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，我为盟主，我亲眼目睹关云长温酒斩过华雄，斩完华雄大将之后酒尚未寒，酒还没凉呢，到阵前把人杀了。如果今日我能得云长，那可说是胜颜良文丑十倍也，比那俩呀强多了。两边站着那些武将一听这寒心呐、啊，哎呦，我们这位明公感情这样，怪不得人说袁绍多谋少决啊，这人是优柔寡断，当绝不绝，图虚名，待人不成，今日果应其言。袁绍这时候站起来，过去亲自给刘备松了绑，然后请来上座吩咐人摆酒给玄德公压惊。刘备在饮酒当中称颂了袁绍一番，呵，袁绍美不劲儿的，哎，刘备你还算知道好歹，不过自己有句话不太好意思开口。什么话呢？他那意思是你那写信呢，别净这么聊啊。刘备看出来，刘备把酒杯这么一推，笔墨伺候。哦，对对对，袁绍没等别人拿，他亲自把笔墨砚全拿过来了。刘备亲手写了一封书信给云长，写完了，明公，您找个人把这信送到许都交给我家二弟吧，他一定是见信即至，那可再好不过了。袁绍举起这封书信，谁愿意到许都去送这封信呢？陈震过来，我愿往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明公自管忘安，陈震到许都给云长下书，关云长挂印封金，千里走单骑。